们后来也会了这张图，就是我们刚看这张图是只有在南子溪附近，可是这张图它是在就是板桥，像林家花园还有一些艺文特区那些都做了一些规划。那这张图那时候有被一些政客采用，然后他们就不是政客，政治人物，然后他们就只跟那些政治人物说没关系，你们可以拿去用，但是希望你们拿走这张图之后可以真的为板桥做些什么。那我们听了这些话之后觉得非常感动，虽然我们三个都不是板桥人，可是他们就是看到他们对城市有这么多的愿景，那希望未来真的有机会实现，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其实南子溪它本来是这么的漂亮。那我们现在进行一些访查的照片。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就从历史到现代，然后不如我们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底什么样子，然后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当天访查的状况。不好意思，这刚在刚刚大家回顾一下地图的位置，我们刚刚是我们大概是从亚东医院捷运站开始，然后一走到河岸边，在那个大概是星星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在那边画一个圈，那个圈是等于是刚刚在提的很多高架桥，就其实就到那个地方而已。之后整个河其实是露天的，就是没有被盖住的。然后那天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然后天气不错，是晴天，整个河道大概走。你如果正常速度走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可以走完，就从星星走到出海口那边，就这一段。可是我们就边走边照相，然后边观察，所以大概走大概三个小时这样的。这大概算是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高架桥就在上面，然后水从一个距离看就觉得还 OK， 那旁边其实就是马路。然后我接下来会一直重复，可是因为就是这样子。你在这边就可以闻到臭味，就是很基本的那种臭水沟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里面很多像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些油污状的东西，还有垃圾，然后不时都有不知道从哪里排进来的水，而它有些水管的样子都不太一样。像这个就是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出水口，也不是水管的样子。对，然后其他地方也有像这样的垃圾，就在河道旁边，或者在河上面这样漂浮。然后那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那个已经常了这样子。我们那天观察一个很非常特殊的状况，就是整个河道几乎都是有很大量的黑色物体在那边飘。然后我们知道很后面才大家看出来应该是沥青，然后它还是就像在河上一直飘，然后有大有小，一粒一粒的。然后这张图也可以让你看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记得刚刚前面影片有一些政府做的水泥的河的墙河道旁边的样子。然后它其中也有设计像这样的出水口，所以那个污水还可以这样排出来。对，然后就是其他不同角度都可以看到，其实河面上除了有垃圾以外，它本身的那个水质已经蛮恶化，应该几乎是不太有什么生物可以在那边存活了。然后就是稍微近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就是沥青，我本来之前还以为是土壤，可是应该不是没有土壤那么黑的啦。对，所以都是沥青，然后也都是有发出臭味。这应该是我们在河那天在河里发现的唯一还存活的生物，大概有五只吧，都是乌龟，然后通常都在沿岸边或者有些石头地方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对，那它们是唯一在河中我们可以看到还在动的东西。刚刚有提到那个方桥协会很努力的跟政府争取一些可以让民众使用的设施啊，我们当时确实有看到，这在河的岸的另外一边是一个小公园。你也看到那边有些小朋友在那边玩，然后就是算设计还蛮好看的，就是远远看起来感觉还不错。我没有机会跟小朋友访问，他们觉得好不好玩啊？不过应该还 OK。然后下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 size 的那个水管，也是在那边排水。对，这个是大概是最近的一张照片，让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是沥青，就在河水中那样漂。这边也算是建设蛮好看的一个地方，就是刚刚在影片中有提到，它可以让你走下来，然后离水也非常的近。刚刚那张照片也在这边拍的，就是往那个相机往下这样拍，可以看到沥青。对，对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整个设计其实它是一个单车道，可是我们在那天在走的时候是晴天又是周末，经过我们车骑过去可能不到15个吧，就不知道怎么没有什么人在使用它。可是它实际上是蛮好看的，虽然不是很好闻，不过蛮好看的，对。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死鱼的部分，就是有看到活的乌龟，可是没有看到活的鱼，就只有死的鱼。这个是一个桥，然后刚刚死鱼大概在旁边这个位置，然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有不明那种油污的污染物绕了一圈，就积在那边，也没有跑掉这样子。然后旁边你还是可以继续看到沥青在那边继续飘。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我们在整个河流，我们这走了三个小时当中有看到两个。然后我再查一下，它应该是一种叫做防油锁的东西。它是在如果游轮再游了游轮翻覆了之后，如果油跑出来了，这是一种急救方式，就是在海面上拉一条线挡住它扩散的范围。在这边，我们把它拿来当做扩散垃圾或是堆积物的范围。它可以，它从河的一道一直到河的另外一道，就是稍微近一点，你就看到是各式各样的垃圾都有，还有沙石。然后这是到比较后面的地方了，已经是我们其实跟河已经有个距离了。你必须用真的是用力去走，才可以靠近河流。不像刚开始我们离河还蛮近的，到后来其实已经有了很长的距离了。对，然后还是有不同的水管在那边排放水，然后也不知道源头是在哪里这样子。这是最后一张照片，它是出海口的部分，是前面这边就是大汉溪，然后我们这边是沿着南子溪这样走出来的，然后这边是也是一个和平公园，这边就非常多人在骑脚踏车，大家用这块地还用蛮凶的，就是可是南子溪那边就是没有什么在骑，对，这样好，然后现在很快的作为结语，就是在我们一开始讲了很多关于南子溪的历史，它是从前的一个港，非常的繁华，直到后来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建筑跟运输的方式改变了。慢慢没落，一直到现在有一些工程啊与人民之间的纷争，就像高架桥之类的事情。那我们小组整体来讲，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愿景吧，他们三个其实都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开始对自己身边的河流稍微有一些了解，就是知道你附近有什么河流，然后他们的关系河流在哪里之类的。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应该是团体或是政府或是企业等等的，会去改善水质。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个水，让觉得这水质可以，事实上是可以用的，不像我们一到旁边就觉得很臭，就没有什么兴趣想过去。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人过去南子溪使用。这样的话，如果增进水质的话，希望就可以增加我们跟大自然的连结，让大家更愿意去了解自己的那个生活的环境跟大自然。就这样子。这边是我们的资料来源，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你们有没有试着去查一下那些沥青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大家有推断一下，应该没有去查到，因为其实我们在走下来的路上有看到很多建案，就是你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嘛，它不是一堆建筑物最后面在一直跳起来嘛？那不是假的，真的很多在盖。然后，可是他们都是有防沙挡起来，可是就是他们的排放水的方式我完全不了解，因为其实有些照片，这照片其实我还会照更多，然后。有些是可以看到接到线，它会接到河里，可是沥青像这个，因为我们一过去的时候就已经在流了，所以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说这个洞一直流出沥青这样子来。所以协会他们也没有说很确定。他们现在比较没有在管，就是现在的污染，他们还是比较注重在教育这方面。有打算说后续的追踪吗？后续的追踪。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那天看了之后，我觉得蛮奇怪，就是尤其你刚刚看到那个照片是那个防油锁挡住了嘛，看起来那应该不是那一天挡住了，应该已经挡了一段时间了。那至于挡了多久，跟到底会不会有来清，这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对，就是应该我们没有去，就是我们去问协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在注意到这一块的。那这可能就要跟当地的政府反映吧，才可能会知道都是谁在负责，因为那应该是政府架设的。然后我刚刚可能少提到这点，不过就是因为他有架设那个防油锁，一直到中下游的部分的时候，沥青减少非常大。就是你刚，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后面的照片，就已经实在看，已经其实它都挡下来了，就已经其他没有飘到大汉溪那边，
所以在那边骑脚踏车的人应该也看不到沥青，就只有因为我们是从亚东医院捷运站开始走南子溪才看到一些沥青的，对。我有这样想过，我稍微看一下，好像不是巴西龟，对，他们有红红那个斑，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哪一种龟啦，对。刚刚对，请问一下，就是刚刚那个，就是你们有拍一张小朋友在玩的那个照片，那我是想问说，因为像沥青的话，那应该基本上不会是从上游这样就乱，就是随机造成的，那可能是某个地方在排放的。那像那个排水口，它是雨水下水道的排水口，还是说它是污水排水道下水口？这个照片应该里面没有放进去，因为我照一张照片，是因为旁边是高架桥嘛，然后有张照片我就在追高架桥的管子，所以高架桥它自己有自己的管子，应该是我猜应该是雨水而已，希望是雨水而已啊。然后它就从上面接，一直下来接到溪，它有一个排水管。至于刚刚那些几个，就是它完全不是很明确，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有猜旁边有一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庙宇。不知道是从那边排过来，他也在办一些活动，然后都有垃圾这样子，就是随意在倒，可是也不知道，因为你看不到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很明确看出来说这个洞是这家或是这栋大楼接过来的，而且很多像刚刚前面一些都已经水泥墙凸起来了，应该是已经建设的时候就已经是一部分了，那至于它里面是什么切，跟谁可以接到那个线，我想可能只有自己在做工程的人，他自己会知道，或是政府吧。那有考虑说，因为毕竟那个应该是新的，是属于之类之种。对，我们到最后面出海口的地方，我还照了几张照片，就是在照那个污水处理厂的处所，是四片头抽水站，对，它是在最后面的那个地方做污水处理的。好，谢谢。那我们先赶快欢迎下一组，因为对有点不到时间，那是后进期的分享，然后。